圣洁啦，就是要在佛法一种正确的认识。啊，倒是对佛法啊，虽然看起来信仰佛法啊，要大家都信佛，轰隆轰隆的啊啊，可是很多啊，其实呢，没有圣洁啦，没有真正的是正确的这个。圣经啊，没用的。这个境界啊，所谓圣界呢，就是要有哎，了解这个哎，切一点的啊，因果业报，这些都是理解，这是一个再进一步的。哎，就是要什么样子修行才能够哎成大乘佛法。